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今年对我来讲也算是变化很大的一年。像帕比他上幼稚园，然后我回去上班，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，可是因为有你们的留言跟你们跟我的互动，然后都会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温馨，非常非常谢谢你们。那新的一年也请多多指教啦。来，美女过来跟我一起，来来来来美女们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